凭什么拉不行？那我不行吗？好吧，你来。感谢我灯笼王蓝灯。这个喊你的不出意外的话压了吧不行。这个躺你的难道是吴世龙？哎，这个唬你的难道是杨神武大闸蟹？我就选这个。谈过恋爱的吃梭罗，没谈过恋爱的，灭绝师太。现在怎么知道吗？闭嘴吧！但这种情况，我先选。不讲规矩是吧？哎，这就吃吧。哈哈哈！哥，给我吃一个呗。好吧。感谢我蓝哥。你念是啥？朋友们，开始。平时我们吃饭吃这么快，抢得这么激烈，对胃不好。今天我来洗。哎，今天懂事了。你信他？男与人最基本的信任在哪里啊？那想知道了啊！你说了别扔了，那王同志，不是，现在才出去，你们谁先选？全是你，我选这个，谁啊？鱼腥草带一个鱼字，赵丽、啊，到我了，鱿鱼。想要什么吃什么，必须吃完。今天我最帅，我先选。螃蟹。
明天吃啥？看人品。有钱人吃牛肉。先生，你的 orders 牛肉，请慢用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没钱人吃牛肉。终于可以吃饭了。简单吃一点。嗯，又吃独食。还有一点，等你吃吧。你当我是乞丐？不要吃，不吃，我就不吃。嗯，还不错。我先选，你有问题没有？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来呀，爸爸，看谁先选。我先来。都是好的，干杯。嗯，小品要煮着吃才有灵魂。那让我尝尝。不给。那我游戏机和灵魂杯。那可以，这可以。家里辣椒酱绝配。那我试试。它真香，哎呀！它真香，哎呀！我吃完了，我先走了。慢走。发工资的前一天。发工资的当天。无敌是